最近在我住十几年的社区里，突然开始有越来越多游客。当然，因为我个人也很好奇是什么原因，所以就抽空来看一下。现在每天从他们重新弄好了，每天都有旅游团，超多人。虽然现在还是疫情时代，可是越来越放宽了。然后大家觉得最容易是在国内去一个新的地方，这里确实是很新的。没错，原本为日治时期的台北刑务所官舍，经过改造后重新化身为台北的日式老宅文创景点，也就是现在的荣景时光园区。废墟了差不多好几十年，到现在他们就把它变成一个观光景点。所以呢，为了配合日式的这种气氛，那我们今天就要带他们还有我迟到的老弟来穿和服。 Let's go！ 日本的和服是很有名的，要穿上去要花很多时间，然后穿完了之后就不好尿尿，而且他的鞋子是那个苦杏。 How are you feeling about all this? Happy I went to the bathroom first. 那么快呀、啊、对、那么快、哎呀，当男生太棒了。没啦，没有，等一下里面要脱掉。全部要脱掉吗？你是穿什么的？哦，还可以，还可以。确定吗？还可以。我也是可以脱。我们很需要你脱、啊、就不要穿了。好了。No， 窗帘。Like a bus. Put your back up straight. Stop moving. All right, watch. This is what your back looks like. Looks slanted. But looks cool. I told you, ting. What do you mean, ting? And then you went... No, that's ting. Oh, you look like a 便当。便当。什么意思？这个颜色比刚才那个好。对。因为我不要当个便当。难怪要这样子坐下。It makes sense now.I could do this myself. I wouldn't need help, but I can't do this myself. Oh, there's no way to do it yourself, no. Good? Ouch! Ouch! So not confident. Good? Okay, good. Konnichiwa! Yeah. Good! Must be Joe. Alright guys, do something normal.What's normal about this? 我们现在穿好了这个几乎不能呼吸的服装之后，要来吃饭。你点了什么？点了一个猪肉定食，应该叫有一个专有名词，什么松板猪肉、哦、松板猪肉定食，日式的猪肉、yeah. 那你看到的你满意吗？ Oh yeah, it looks great. 他们摆的盘子各方面都非常讲究，也很精致，很精致。你看这是三个叶子，豆腐，菇啊，然后这是白菜吗？是泡的白菜。Yeah. What did you get? 我最 就觉得很想吃啊，可是不要给它打破了，因为太漂亮。你看它的啥啦？可爱姨，我点的叫做荞麦面条。对。可是它也附加，两块鸡。好的。还有天妇罗。那就いただきます。いただきます。吃这个要非常小心，因为袖子如果沾到就GG了。但是我觉得重点就是这里面的气氛跟装潢都做得非常回味，就你可以真的感受到好像自己回到日治时期一样。我们点了唐扬鸡，这个哇，好漂亮。然后我们有汤。但是他忘了给我汤。Yeah, right.
他也没有给我这些小菜。你吃太快了啦。没有，他们给这个蛮好吃的，有 wasabi 的味道。你接受不了的，每个都吃掉。That's good. I like it. But in the States, we call it peanut sauce.当然很好吃啊，我喜欢啊，非常推荐。然后有这个，从来没有穿过 kimono， 我一辈子第一次。你看，我去日本，我看他们穿 kimono， 你不敢穿，没有吸引，因为我觉得那是穿着是一个约束。你是怕你太胖，你才不敢穿，然后你也不允许我穿，因为他说这样你看起来很好看，然后我看起来很胖。所以后来我们就都没穿了。So Will， 你会推荐这个地方为一个观光景点吗？会啊。是 very rich though。Think of 对东西稍微偏贵一点，没错。对。感觉上，如果你不想要去日本的话，就来到这边了。省了一个机票的价钱。对，省一点钱，省一点钱。A lot of people here yeah, right now. Yeah, I'm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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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sorry.所以如果大家想出国又还没有那么多时间，欢迎来看看台北的新景点，感受日治时期，同时也可以看看在台湾的古迹。那如果大家喜欢了今天这支影片的话，麻烦再帮我按赞、订阅还有分享，我们就下礼拜再见咯，拜拜。